兔子入来，钱你来吐，你来吐钱，讲半波，说来说去，钱拢吐倒来恁家入来。不管是正着念还是斗着念，钱都能吐过来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手上的兔籍历来春联一开放就被秒杀，同样抢手的还有这个。今年福袋有够古锥哦，你看小白兔。今年的兔年福袋和兔年红包袋也超可爱，金兔耳朵就像手比出了耶，藏了10元硬币在里面。春节还没到，已经有不少市民到市府询问。你要几份？我想要两个，可以吗？两份可以。好。新北市再度邀请民间设计高手、书法家打造贺岁春联，这次兔吉利来，台语谐音同产钱进来，可爱又讨喜，不少市民争相索取。哦，四个字是兔吉利来，就是兔钱到我家的意思，希望我在家贴这个春联呢，可以赚大钱，然后家里的人也都可以赚大钱。听说它有很多种念法，所以我想要贴在家里，让大家来玩这种念法，这样子，然后一起过年欢乐的感觉。另外，化身兔年太空舱的新北市府大厅，兔星人搭乘红彩头飞船来到新北，还可进到红萝卜驾驶舱内观看拜年影片。吸睛的宇宙新年元素也吸引不少人朝圣打卡。像这个绒布呢，会回收作为我们会客室的抱枕，然后这个大的春联也会清洗之后回收做成我们专属的礼物袋。所有布景材料都可以循环再利用，大量减少一次性使用的设计。过年应景也不忘融入永续环保的概念。TVBS 新朱光宏新北市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